男人是个不折不扣的失败者，他不仅被取消了信用卡，还欠了数不清的外债，就连公司都要把他解雇。可就在这时，门外出现两个身着古怪的人，他还以为是来搞推销的，穆里却说他被选中了。文斯疑惑被什么选中，麦克阐述这是一个过上全新生活的机会，他瞬间没了兴趣，这不就是传销吗？ 穆里提醒被选中的人可以得到他们的帮助。文斯以为能得到有用的东西，他需要一份工作，再让女朋友回到身边。What 眼见他不愿接受好意，穆里从包里取出一个盒子，里面有一份礼物。文斯再三犹豫过后，伸手接过了礼盒，但还是拒绝他们的帮助，随即将大门关闭。他打开礼盒一看。 那是张印有文斯姓名的光盘，他放进机器里播放，屏幕出现了一个男人，他数落文斯现在过得很不好，前半生没什么光荣事迹，只是勉强高中毕业的不良混混，难怪会被利亚抛弃。正当文斯气得要关机时，男人停止诉说失败的人生，文斯还暗藏着某种本质，这使得他值得被挽救。This contract. That's why a is We'll you've you one you chosen. for been be back for you soon. 看着突然结束的画面，文斯还是无法理解，这又不能让自己变得富有，他只能先做些跑腿活，给邻居买了些生活用品，自己也能得到一瓶啤酒。突然，他又看到了那两个人，邻居同样被他们选中，光盘上刻着他的名字。文斯问起里面的内容，但邻居没有播放光盘，他只能说起自己的情况。虽然觉得很疯狂，可光盘确实记录着一些过去的事情。邻居认为只是宗教搭上了网络时代的快车，借此知晓本身隐瞒的秘密。文斯总觉得很不对劲。 此时他来到一家木头厂里，男人答应过会给他一份工作，没想到只是说说而已。文斯不得不寻找别的机会。就在这时，他又看到其他黑衣人在推广。一个老头走上来警告他们，看上去像是传教士，但其实是外星人。人造卫星被宇宙飞船锁死，必须及时阻止他们。 <Get> 相比起夸张的黑衣人，文斯更不相信老头的鬼话。他来到酒吧的时候，电视正播报着卫星网络忽然失联，联合国召开了紧急会议。酒保连忙把电视关掉。他们已经把文斯列入了黑名单。他又来这里纠缠女友丽娜，露出无奈的眼神。他不会借一分钱出去。文斯这次是来找他复合的。丽娜不想再把生命浪费在鬼混上。文斯深情的告白挽留。 丽娜也还爱着他，但只有爱是不够的。随即转身继续工作。面对纠缠不休的文斯，酒保将他胖揍一顿后丢了出去。文斯正想起身时，两个黑衣人走了过来。麦克问他看光盘了吗？文斯搞不懂这么执着为了什么。莫里必须得帮助被选中的人。 时间已经不多了，文斯慌忙地朝远处逃离。他可不在乎怪胎的帮助。此时，联合国的谈判刚刚结束，本地开始有人失踪。文斯闲朝把收音机关闭，他无意看到窗外的一幕：麦克正推着邻居的轮椅。文斯察觉他有危险，急忙冲到屋子面前，里面发出一道刺眼的白光。他连忙进到房间呼喊，却只发现客厅的轮椅。他试着播放机器的光碟，男人说着同样的内容。也许邻居真的被外星人拐卖了。警察来到房子里调查，没有轮椅，邻居哪也去不了。可他却凭空消失了。 很难解释这种事情。而男人掏出国家安全局的证件，随即询问邻居接触过谁。文斯说起穆里和麦克，附近都被他们拜访过。文斯不理解这样做的目的，他们能从一个残疾人那里得到什么？男人提醒，已经不止一个人消失，如果再碰到他们的话，就拨打名片上的电话。文斯更加确定心中的想法，他们就是来地球抓人的。随即赶紧驱车来到酒吧，电台播报着席卷全球的人口神秘失踪事件。文斯提醒丽娜注意外星人，不料他竟然亲了上来。 I just feel so much love for you right now. You can start by watching the DVD. What <My> DVD? 他顿时毛骨悚然。丽娜庆幸能被他们选中。文斯惊恐的连连后退。女友已经被外星人洗脑了，为了把自己带到他们身边，不惜重新复合这段关系。文斯连忙跑了出去。他先是把家里的门给抵住，随后用木板加固窗户。所有通道封锁完毕后，电台传来机构报道：每一个有核能力的国家都处于一级战备状态。总统会在今晚发表全国演说。 呼吁民众平静面对危机，而文斯已经拿起枪准备。附近的房子越来越多闪光，显然是被外星人拐走了。他刚想打给国家安全局的男人，不料门外传来响声。文斯急忙拿枪瞄准，大门打开的瞬间，麦克被猎枪射中，整个人向后倒去。穆里的表情严肃起来，他不应该这样做的。文斯缓缓来到屋外，所有人都站在草地上，包括原本无法站立的邻居。文斯满头雾水，麦克的伤口竟然开始愈合，然后就像个没事人一样站起。 现在已经很清楚的证明，文斯永远不该被选中。在他疑惑的目光中，两人走到了众人面前。Be with us, man 文斯只能默默的看着这一幕。麦克和穆里身后出现一对翅膀，就像两个黑衣天使。刺眼的亮光将众人包裹，随后缓缓往天上飞去。文斯一脸懵的走到草地上。就在这时，远处传来剧烈的爆炸声，蘑菇云在天空中绽放。 还没等他缓过神来，又一颗核弹在附近炸开，他被冲击波压倒在地。原本在世界将要完结时，文斯得到了一个被拯救的机会，他却做出了错误的选择，最后只能成为骨灰堆上的煤渣。